乡镇连年遭受暴雨侵袭，二郎真君即将拯救苍生于水火。你就是那冷漠严厉，面对死亡，快跑！你带着从容的二郎险胜真君。对啊，救主啊！恭迎二郎真君。我恐高，放开他！这么怂啊，还是个神仙吗？成神有那么重要吗？每个人出生都是带着使命的。而我的使命就是送你这程，可以做个了断。成神以后别忘了。幻灵姐，幻灵姐，我答应你，既然你仇死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神。梁姐，你干嘛呢？把幻灵交出来。真君杨戬。